逃跑前面洗脸，因为他每天起来脸油腻腻，他会受不了，特别爱干净，他每天可会折腾呢。洗了脸后还要护肤，往脸上抹五颜六色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用完好像还不错，然后都给皮肤变个颜色，反正在家都特别好看，都像那样，平时出去都是涂个口红，给我的感